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最新原神活动《原神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 5.8 一更活动攻略》第二期百万骑士大搜罗攻略《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》。那么这个的话是第二期的这个律动大交流，来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我们来到这个迪月港啊，下边的这个锚点，然后往前走啊，你这个是在楼上啊，这边带大家走一下，怕有人找不着，哎，绕上来，啊，再往上绕，好，我们跟他对话 ，OK， 那这边的话是一、二、三。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三、十三，来全体还原。OK， 那么下一个。好，然后这个之后呢，我们朝我们正前方走。好，主要是怕大家找不到啊，所以我这边就那什么。好，那这边是这个老板，来跟他对。好的，哥。OK， 那这边的话是二一二二。OK， 那我会打在那个屏幕上，大家自己去抄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下一个 OK， 另一个的话在我们的隔壁的这里啊，它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晚上才能出现啊，大家要记住一下。 OK， 那这边的话是一一一二 OK， 那同样我还是打到屏幕上啊，这个大家不用担心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好吧，拜拜。